伟林，伟林介绍一下自己的专辑。对，我的那个新歌《听着我唱歌》这首单曲已经数位发行的，可以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面听到。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粉丝专页，然后或者是 IG 或者是 我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听到我的新歌哦。哦，那一定要来听一下，你可以唱主歌与副歌哦。冠军的福利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拿，来请就。 大雨停了，风静止了，地球依然继续的转动着。没什么事情过不去的，心酸会痊愈的，勇气会茁壮的，不能是情人，至少还能做个好人。听着我唱歌。 听着我把悲伤唱到不痛了，就算再不舍，不如放手让两人快乐。听着我唱歌，听着我把一颗心都唱到碎了，我会幸福的，会好好的，至少我们曾认真爱过了。 谢谢，谢谢。新专辑，谢谢。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介绍给大家的？我的专辑名称叫做《逢梦》，是要献给全天下有梦的女人们。但男人就没关系。哎，他这张特别做给女人啊，真的，浪漫吧？是，因为呢，歌词里面啊有讲到那个。 每个人的一生，比如说10岁，我们在读书；20岁，然后可能谈恋爱；30岁，为了事业打拼。可是到了你年长之后，再回头看这一些曾经过去的你，然后如果他们相逢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要跟对方说什么话？哇，对，最近是不是也要有演唱会？对对对，我的音乐会。哦，音乐会，3月31号，对不对？对，台中中山堂，让歌延续音乐会。哦，已经可以开放买票了吗？已经可以了。对，去年已经在桃园跟台南已经举办过了。哇，唱现场真的超厉害。谢谢。那我现在就要听。好，你有一个副歌。 我行行行过阮命，你伴伴伴过孤单，人看看过阮欢，已经变成拆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为此一场一场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适合的人欢迎。谢谢。 哇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怎么人生历练完全唱进去？对，小时候过得还好吗？啊，不过他真的现场非常的可以感动人，真的，麻烦你接棒给第三名。新专辑还有这个3月31号中山堂的演唱会，好，这个先收回。好，韩光第三名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韩光很厉害，这个算是在书香世家，而且自己本身。 也念到很高的学历，所以这张专辑叫做《蓝色房间》。在那叫爱爱，爱爱，爱爱。哦，那蓝色房间是因为主打歌，是真的你的房间是漆成蓝色。嗯，那个时候在学校旁边。哇，整个设计都是蓝色的耶，特别喜欢蓝。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？这张专辑它从词曲，然后编曲制作，然后是我一个人完成的。哇，一个人要够人呢。 好厉害哦！其实不用硬讲广东话，对对对。但是主要诉说的是什么样的情感？里面的故事还就是一些有趣的故事，然后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感觉。好，那不如我们就直接现场听听看。好，你有半遍副歌的时间。好，来，请就战斗位置。 你我并肩。
息，想与你共享所有熟悉的恐惧和未知空间。会了，就这样了，正进去就没了。哦 ，sorry， 没办法 ，sorry， 第三名，还有这样换下一个啦。我们的韩雅，好，韩雅可以清唱，好像比较我比较幸运一点嘞。哎呀，刚刚上面写的是清唱两句，两句而已。你如果前奏哈这样就会算一句，就是哈就算，不要哈，是这张专辑是来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这张专辑，它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出的全新的台语最新的，就是很特别台语的小新台语，对对对。然后它集结了很多各国不一样的流行曲风，包括像雷鬼啊，像轻电音 EDM 啊，但是用闽南语的方式去表现，对，像对我们想象那种 despair 都变成台语，很酷哎，对对对，你是这个外界，这样很厉害。那我们就听你清唱两句哦，我就唱我新专辑里面的歌。好，哪一首？我唱《风吹的孤单》。好，最高端。好，这样就上一季了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好了。来来来，两句。爬去了后，家己疼惜，伫等。